真让人失望，你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。武者真正的尊严，是一定要保护好重要的人。 哪怕一命相搏，来吧！跟我走！你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大神！ 新一轮金融危机冲击积弱之国，黑恶势力只手遮天。太城笼罩在八面杀星、查猜纯粹的恶意之下，拥有至高武力的古泰拳教头恶堕宗师纳荣，迷信力量就是一切的黑熊会长北岭之王邪魅。 以虐杀取乐的獠牙之刃组疯狂金、大金牙，美艳与暴力集于一身的罪城女警西丽拉，各方势力犬牙交错，相互倾轧，直到荔枝王者林峰来到这座罪恶之城。乱世，拉开帷幕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Bangkok. Tonight we will dedicate ourselves to a boxing match full of blood and power. Let's get ready to the rumble. And the champion is Lin Fengning from China.大家都是身不由己。老板说了。 今天你必须死在这里！哼，谁死不一定，明明可以听老板的命令，办事拿钱不好吗？习武之人，要的就是一份尊严。如果甘愿做狗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那我们只能活着的人离开了。打出去也没用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没得选择。 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为了钱，连命都不要了！我跟你说，钱不是最重要的。作为一名武者，最重要的是站着，不当狗。各位套杆，你们都快点儿！人家都打了好几次电话了，就你最慢。白，白溜，每次一叫你们开饭就跑得比马还快，一叫你们开工就走得比我还慢，切！哎，这年轻人筋骨强壮，体格不错，内伤我也给他调理了，剩下要靠他自己恢复了。这小子真是命好啊！要不是遇到活佛子，谁管他的死活呀？他伤未好，千万别让他碰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我先走了。通白僧看了。哎。 又叫我飞来，再叫我飞来，放大鳄鱼咬你啊！哎，你怎么样啊？要是没事就赶紧走吧。爸，他伤得这么重，我们不接着帮他吗？爸爸怎么帮他呀？爸爸还要工作呢。还有啊，你看他被人打成那个样子，肯定是有仇人的。爸爸这么做已经是积了大德了，菩萨会理解我的。 我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中国人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儿有没有朋友啊？小兰，去买些吃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啊，擦擦呢？好。 混蛋！没想到肥来这个死胖子这么难搞。好好的一块地，非想要开什么福利院，浪费！怎么不让雷把他劈死？ 你说我们给他的价格多好，只比市场低3、4成，真是他妈不识好歹呀！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只给他3、4成。关键是警署的人参与在里面，所以不好办。实在。Wonderful。 回来这块地我要定，要么合作，要么给我死。阿龙，今天打得不错，尤其是被击倒那一下，很有气势。 我看好你，我不想继续打了。你玩我？要不你来当老大，我打假拳。嗯，你记住了，除非我同意，要不然这个游戏一旦开始了，就别想停下来。嗯，我已经为你赢了很多钱，我不能一直输下去。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就我赢钱了？就我赢钱了吗？你没赢吗？ 啊！别挡财路，下一场你还得输 ，OK？ 我是个拳王，再这么输下去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要退出。等一下，孟奈娜。 给气哇给本开，拳王！你以前被林峰打得像猪头一样的时候，可不像个拳王。你想去陪林峰？我今晚就成全你。年轻人有点想法是正常的。 好好合作，要么跪着挣钱，要么站着赔死，不难选吧？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快啊！我也快啊！ 操蛋！又在这偷懒。德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一趟。沙爸爸都快点，我担心桑尼还会来捣乱，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啊！啊！哎，你再去问问警长，到底有多少钱，给他。只要他们能乖乖的听话，可以施舍他们一点。我问过好几次了。 拉不下水，这帮傻子。这钱不要，那只能便宜给别人了。去把大金牙找来。好。吃馒头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警局啊！到警局你就告诉他是谁打的你，为什么要把你丢在那啊！你放心，警长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一定会帮你。但是。 一定不要再惹事了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您的卡，谢谢。只要把你送到那儿，我就算功德圆满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救命！不惹事你！救命！ 别给我惹事情啊！走啊，走啊！哎，大哥，多打了还在外面打架，我这里已经够忙的了，也在待。我不是为了救人吗？再说我没动手，你也不敢动手。从小打架你就第一个跑。 他是我在和平捡回来的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我害怕，送你这儿来了。送我这里来干嘛呀？你那里的工人不都是你收留的吗？也不差这一个，带回去呗。要是一般人也就算了。哎，你看他，脑子有点傻，我怕他惹事儿。卖。算了，不说他的事儿了。哎。 炮警长炮的怎么样了？接手了吗？哎，你这是犯什么事了？被人给打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是聋还是哑？哎，如果今天不是靠着我，一定揍你！ 来，你俩谁在这里闹事？不要！警长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朋友呢，他有点傻。他傻，你不带他去医院？ 来警局做什么？哎，好，这就走，走啊，快走了！自己也小心点。哎，别看了，没事吧，警长？你怎么做事情的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警长差点受伤，把警局搞得乌烟瘴气的。不许跟着我！我都已经救过你一次了。你相不相信我？嗯，啊，那这样，啊，嗯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办完事我就回来找你，好吧？这儿啊？哎，对对，坐这儿，哎，坐这儿。那你在这儿等我吧。我在这儿等你啊。哎。 ขอให้โชคดีนะเฮ้ยเฮ้ยเฮ้ย你干嘛给我钱啊？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啊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哎，你会说中文啊？我爸爸是中国人。哦，这个芒果饭。 是给你拿的，饿了吧？吃点吧。我没关系，拿着吧。我谢谢。不客气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在路边乞讨。哦、你身体这么强壮，哦、其实可以去工作的。哦、不，我没关系。这样吧，为了报答你，你以后都可以来找我吃芒果饭，免费的，好吗？快吃吧。 谢谢，拜拜。都小心点啊！哎呀，两位套干，人家都是一个人扛两袋，你们两个人扛一袋。等你们建好了，我都归西了。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好。大家都加把劲儿啊！回来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又跟回来了呀？我表现的还不明显吗？我要工作。大哥，你看我已经养了这么多人了，我养不起你了，你自谋生路吧。我很能干的。哎，走，走。哎，我来。 来，再来一袋啊！再来一袋。好，你们还不帮帮他，别让他受伤啊！来，哎，行不行啊？我再来。哎，好了啊！我收了你了，但不许再打架啊！哎呀！ 不问点什么吗？哼，问了你说吗？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，每次都满嘴胡话。哎呀，警长，我很忙的，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吧？别再跟我装傻了。你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做了什么。 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做什么了？赌博、贩毒、杀人、藏枪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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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证据吗？有证据来抓我呀！我其实非常的好配合啊。 主要是得看你能出到什么价。这个，我从不和罪犯做交易。哎呀，你这么廉洁呢？多给自己赚点养老钱不好吗，副警长？ 桑尼，别那么嚣张，我随时可以请你回来，只要我愿意，我整死你！我随叫随到。说了半天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就不要在这跟我玩瞪眼睛了。虽然你的眼睛很漂亮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去骚扰肥来他们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No problem, madam。我还要谢谢你请我喝警局的咖啡呀。 我可以走了吗，副警长？时间到了，滚！桑尼，你别去骚扰肥来，我盯着你们呢。收到，副警长。 Have a nice day, madam. Pokemon. 斯巴特拉克图曼。海池再来啊！好，一份芒果饭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还你钱的。什么钱啊？吃芒果饭的钱呀。哎呀，都说是免费的，那是为了感谢你。那不行，总不能白吃了你的饭呀。下次我不好意思再吃你的芒果饭了，拿着吧。这样吧，我就拿一张，可以了。 看你这样子，是找到工作了是吗？我在肥来的工地干活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小水，你呢？我叫……这样吧，你叫小水，你就叫我大水。哪有人这样起名字的？肥来就我之前的事情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 行，那你去叫大水吧。哎，大水，你帮我看一下店吧，我去换点零钱，马上回来啊。好，看好了啊。哎，不，冷静冷静，把刀放下。 放下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先回去吧。嗯。 快点啊！叔叔，喝口水吧。收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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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工了。掏开，掏开。 我都瘦了，加油！别！大水。 听说你最近晚上经常出去约会，嗯，男的女的，哎，老爱放闹，哎，喂，男的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现在翅膀硬了啊！你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好朋友吗？不和我讲啊！你现在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那你今天晚上出去住，你不要回来了！哼哼。 谁说了算？给我出来！谁说了算？问你们话呢？把人出来！你是不是聋了？喂，不要打人！喂，不要打人！快去报警！你别管，让警察管。倒水！不要打人！啊，小王，倒水！ 大水，还手啊！管他呢啊！你们等着，等着。大师傅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都没事吧？飞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我没事。谁干的？ 肯定是查猜啊！你还不抓他？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拿到证据一定抓他们。等你有证据了，我都没机会报警了。他们就是想要你的地，有警方在，谁敢杀人？就因为他，你得赶他走。今天要不是他，我都等不到你了。他不能走。你不要感情用事。他们回来报复怎么办？我也是为他好。你听到没？啊！ 收队。大水啊，大水啊，你不能留在这儿了，去再找一份生路吧，再也别回来了。 我做错了什么？我该去哪儿？我又是谁？我该怎么办？大水，今天工地不用开工吗？哦，今天不用开工。 那你今天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周边的水果今天都需要我配送，有点忙不过来。哎，对了，你这里需要帮手吗？我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啊。哎，那你的工地怎么办啊？工地不让我回去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想找一个帮手，如果你能来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 嗯，我是真没想到他们会反抗。看来我不出手是不行了，非得我出手吗？非得我自己来吗？ 输了吗？ 输了吗？输了，输了就好。要是敢赢，我打死你！你毁了我！你就那么想去陪林峰吗？ 嗯，我错了，别开枪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跪下，跪下，嗯，孙音乐，是，去把还手那个人抓来。金牙都打不过他，你们连个傻子都搞不定吗？喂，那是我的猎物。狗屁，你的猎物！跟我去找飞来。你不能像我爸一样，谁不听话我就弄死谁，明白吗，傻子？ 飞来这块地，我要定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小心一点，不要再受伤了。 不用这么卖力，我也会给你发工资的。口渴吗？谢谢。你真的完全丧失记忆了吗？你有没有记得？你有没有家人？小水啊，对不起。 我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作为大水再活一辈子。嗯，那去送货吧。好，老板。我走了，小心一点。 老板呢？你又来干嘛？我这样，哎呀，我，回来了，出来。 榨菜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。阿来，该我阿来。我和警长很熟，你这样做，他会抓你的。警察要来了。警察要来了，我好害怕呀！那得赶紧做事，还敢吓唬我？要不这样，我不和警长讲今天的事，我不说。就是嘛，我也不想伤害你的。 把地契赶快交给我，我们都好商量，啊！超才，地契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整个福利院的。你这样做真的是犯法，警察真的会抓你，真的要坐好久的牢。小兰，小兰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小兰，快回去！你干什么？小兰，别动！小兰，救我！小兰，别动！你叫小兰，你好可爱呀！去叔叔家住几天好不好？我有好多玩具给你玩。少才，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少才，少才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 我错了，常才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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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常才，你放过他吧，常才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看你弄的，我也不想伤害他，想救你女儿很简单，拿地契来换你。好，好。这几天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但如果你要报警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 我不报警，我不报警，常才，常才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把小兰抓走！我不报警，我什么都给你，你把小兰留下来！常才，常才，我求你，常才，我求你，常才，常才，常才，我求求你，常才，常才！哇！没事了。 哎妈！常才，常才，让小兰留下来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常才，常才！你再骂我，再打我！走。 现在傻子都这么抗打吗？啊！累死我了！想开！林峰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能杀你一次，我就还能杀你第二次。去下面和肥来作伴吧。来人！ 警察在这儿，杀人了！大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痛不痛？飞来有危险，我要回工地。你都伤成这样了。坚持啊，飞来，飞来，飞来，你怎么了？飞来，发生什么了？就是小兰了，要地契，我就不要了，我小兰，我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别担心。 我送你去医院，来，走。当时听我说，关医生下面有地契，我小兰回来，照顾他。小兰很需要你，她不能没有爸爸，她不可以没有爸爸，知道吗？她有大水，我。 答应我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不能死啊！大水啊！我这下看着小兰，知道了。兰，飞兰，飞兰！啊！赵三儿，说走就来。你知道有多少人买你赢吗？你只要输给阿龙一场，我们的所有钱分你一半。我对钱没有兴趣。 哪有人对钱没兴趣啊？那你要什么？房子、车，还是女人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只要尊重。我很尊重你了。你们邀请我大老远从中国来这儿打比赛，我刻苦训练，全力以赴，这就叫尊重。 同样的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全力以赴，而不是打假拳。你打赢能怎么样？你赌赢能怎么样？钱花光了可以再挣，在这习武的跪下一次，这辈子别想站起来。是的，警长，飞来已经死了，我们来晚了。是，现场已经控制了。好的。 林峰还在现场，明白。飞来已经走了，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，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。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如果你不出来指认查猜，那飞来不是白死了？原来飞来的死。 是让你升官发财的机会。你想听到什么？你有本事把他给叫醒啊，让他亲口跟你说。你说够了没？肥来是我的好兄弟，小来还在他们手上，查才不是好惹的。别自己乱来。把小来救回来。 千万别报警！那个傻子是林峰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是啊，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起死回生，复活呀！我发誓，我是按照你说的意思去办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太好了。 能把一个讨厌的人杀死两次，真是刺激！小宁，干得好！啊，把这傻子给我吧。嗯？小宁，去把人都给我叫来。 做好准备，一起迎接拳王归来。保佑大水平安的把小来救回来。 疯了，全都是疯子啊！知道林峰要来救人，还等着。小雷在哪里？啊？说，拳馆西南角小仓库里。真是一点惊喜也不给我呀！就料到你会来，没想到你真够胆来，别来无恙啊！别那么多废话，你要的地契就在这里。我要带小兰走。Come on，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？ This is nice game。 好玩的游戏，要慢慢的玩才有乐趣嘛。嗯，新仇旧恨，你要玩，我就陪你玩。都给我留下，一个也别跑了。叔叔，我怕。别怕。上次没玩够。 接着玩。是我多年的好兄弟，他死了，我不比你们好过。我会给肥来报仇的！报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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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请安静一下，听我说，我们一定会抓住查猜的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还肥来一个公道。林峰，林峰，不叫大水吗？林峰，有个人需要你见一下。 你真的失忆了，恢复了大部分的，包括你所做过的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对你？要不是我，你现在早死了。你说说看，我听完之后再做决定。要不要在你脸上砸一拳？事情的起因是从你不配合查才打黑拳开始的，你的连胜让我们都损失了很多钱。能打赢他吗？ 爱快！阿龙打最后一场，让对方上去先打几场，等他打累了，再让阿龙上去 KO 他。包括查才，我们都认为你虽然很有名气，但是你也一定会为了钱替查才打假拳，因为无数的拳手都这么做。但我们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个疯子。 And the champion is Lin Feng from China. 因为你拿了冠军，导致查才开的赌盘成了笑话。I hear. 杀了他！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他让我输了那么多钱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替他赔啊！你替他赔啊！你要是干不了。 我就找能干的人去干，我先干掉他，再干掉你们，听懂了吗？是。我不会杀人。我刚才说的不清楚是吗？你不怕死？啊？那我就把你打黑拳的事情告诉全世界，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马上你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。 懂吗？你要是不搞定，我让你比林峰死的还惨。Who's the boss? Me. Who's in charge? Me. 没有人敢反对我。赶快把我安排的事情做好。Get out. 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你，我只是想给你点教训，可没想到。 他们真的对你下了狠手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绑紧手脚，追上石头，把他扔到河里。如果他活着，你就活不了。听天由命吧。我做过很多错事，当我知道你还活着的时候。 我就知道，查才一定不会放过我。我怎么相信你？这是你的证件，我把查才他们销毁，所以藏了起来。本来打算今天一起交给警察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喂，注意安全。 好好活着。嗯。老大，阿龙没在医院，他应该是逃跑了。 果然有分，撒灾，不知感恩，真是不能对人太好了。金阳，不能让警察手里有牌。哎，别让我失望。啊！老大，咱撤吧。警察现在满世界都在找你，你让我就这么躲起来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，老大。要不咱从暗处给他一枪，便宜他了。 一切都从他那该死的尊严开始的，也要从这结束。ไม่ได้เจอกันนาน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我什么事？我们一起挣了那么多钱，你说你不好好享福，跑到这儿打生打死，为什么？是不是钱花没了？我们还可以愉快的合作。钱现在对我没意义。Money， 它堆在那边就是一件艺术品。一看到它，就能感受到生命的高潮。你可别忘了，为了钱，你也什么都干过。输一次，顶你以前打10次。 你就找这样的垃圾选手来羞辱我，以后我还怎么有脸再上擂台？我也不这么玩，能赢这么多吗？我现在打拳，就是为了拿回我失去的尊严。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。这是找你帮我解决一个人，你尽管开价。你还想拿钱羞辱我？哎，他是一个拳王，正是你需要的。等一下，不看在钱的份上，你说你要拿回你的尊严，这可是个真正的高手啊！ 高手，阿龙，等你好久了。傻三说，你今天晚上是我的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不会再为他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哦，没得聊。孩子温柔一点啊！我是自然反应。哎，要不然你教我防身术吧？啊，你想学啊？嗯，就像上次流浪汉那样。行，我教你。哎，来，现在教你中国武术的擒拿术。那天你你被那个疯子抓住的时候，如果我不在，那你怎么去解围呢？现在教你啊，你就是那个疯子，我呢，就是你。紧紧的抓住我。怎么了？痛吗？没事，来吧。哦。好，第一下顶头，撞他的鼻子。对，抓住拉开，给他一肘。好。 反他关节，哎，然后脚踢下去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哦，再来一次吧。好。开饭啦！哇，今天做了小兰最爱吃的凉拌牛肉丝。我爸爸对你怎么样？ 飞来对我有恩啊！你答应过为他报仇，你做了什么？小来，大水叔叔也想马上找茶菜他们报仇，可是我看他根本就不难过。小来，小来，叔叔会保护你的。可你们都没保护飞来。 小来，小来，小来！小来，小来，跑哪儿去了？你到前面去找。好，我去那边。小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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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蒂兰。 你们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怎么开课呢？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秋水，再快点儿！救命啊！ 再快点！啊！放开我！大神，大神！秋水，你跑得好快呀！ 我都以为快被你追上了，我好害怕呀！这是我跟你的恩怨，跟小水没有关系，你放了他。现在人在我手上，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。想来救你那美人儿，时间地点我会再通知你，记着，一个人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警告你，小水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追到天涯海角，我要你偿命！ 我倒是期待看见你跪下来求饶的样子。Pokémon， 大神，小水，你，飞来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也一定会把小水救回来。你真的要亲自去吗？我要亲眼看见这小子拳手的尊严被打败，再亲手了结他，享受复仇的快感。等你好久了，少废话。按照通常电影里反派的惯例，我应该先拍两下手掌，再称赞你有胆识。但如果这么做呢？别废话！我人都来了，放了小水。你怎么就这么不懂礼貌？怎么就不能让人把话说完？赌权害得我输钱，收地皮害得我被警察通缉，还打断我说话。 你怎么就那么跟我过不去？我本来可以将你碎尸万段，不过今天大人有大量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行，你先让我看到小水没有事了。你要怎么了结，我配合你。哎，3、2、1 ，Time's up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你是纳荣？你怎么跟茶菜混在一起？难道传说中的是真的？你为了钱，什么都肯做？我最讨厌别人这样说我。林峰，你怎么那么不会讲话呀？ 纳荣可是我最尊重的武者。如果你打赢他，我们的事情就可以了结；如果你打不赢的话，就对不起了。你一定要打，一定要打！真让人失望，你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。武者真正的尊严，是一定要保护好重要的人。 哪怕一命相搏，来吧！跟我走！你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 小水，别动！你不讲信用，信用能值几个钱？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！枪在我手上，人也在我手上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哎，喂，你还敢往前？我让他死在你前面！我说过，我要看你跪下来求饶，跪下，跪下！ 跪下！疯子！疯子！他是疯子！你是疯子！生、伤人、绑架、谋杀、聚赌、贩毒，让你的律师来保你啊！我会替肥来看你怎么死。 老实点儿！我要替警局，谢谢你。也算给肥来一个交代吧。嗯。妈，我起来，小心小心，慢慢点。我听听我的小宝贝。我也要听。好，小兰也听听，听到了吗？